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彭大爷。天气慢慢变暖，你们的牛子有狂暴起来没？我操！呜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！哎呀，真吓到我了，真吓到我了！太猛了！近距离观察一下夏叔，看这头颅，你能想象到他还是只有一只，还是一只只有八个月的娃娃？塞进去，到家了。